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败家子儿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来大姑娘给我写封信啊。好、哦等我后台找有认字的啊。嗯，谢谢吧。不认字啊？哎，让于老师呢，他不认字啊，买字典去。哎，行了，谢谢吧。嗯。嗯，大伙儿都来了哈。是，明天放假。哎，嗯，五月五，嗯，端午节啊，这端你节，端谁？端你？端午节，端午节，对，五月初五端阳日，对，吃粽子，饮雄黄，这是老令。感谢屈原吧，啊，用他的生命给咱们换来一天假期啊，这嗨，值得尊敬哦。这日子吃粽子的日子，嗯，每家的馅儿都不一样，对。豆沙的，嗯，枣的，对，后台又叫李和彪的，哦，山东人，是他们家包葱馅的啊，葱馅的，葱馅的啊 啊，爱吃什么都有，是搁点肉就是包子，那是那是那是，天津孩子包煎饼果子馅的，嚯、嗯，整套的包里，那是啊，嗯，四川的吃鱼香肉丝馅的，单吃不好吗？这毛血旺的粽子啊，好嘛，口感不一样啊。我也是，吃点什么馅儿想不起来吃什么，那也得想啊。想着想着想着，于老师这儿了。我怎么着？得了，来个猪头肉的吧。哎，我想到我这儿能想起猪头肉来了啊！这个过节过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还有送鱼来的啊！越送越新鲜了啊！啊，这什么都有了。谁帮我来拿一下吧？这给我拿到后台去，谢谢啊！咱们那位保安老师啊，来来，他不动啊，我踢你啊！哎呀，嗨。来上来孩子吧，来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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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拿一下这个、嗯、真好。那个鱼缸呢？啊，嗨，这不知足啊您这啊，真好。你说这个玩意儿来就来还买东西、嗯、你说你买东西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这是什么人呢您？这是是不是？当然你说这会儿让人出去买东西不现实，可不都坐这儿了啊。那走时把钱搁在凳子上就是、哎嗨，我会记住你们的啊。这都好人，那是好人，好人。有机会，请你上于老师那个宠物乐园那儿去玩一玩去。哦，好啊，啊，上于老师家、嗯、看看谦儿哥，看看谦儿嫂，看看我的他的孩子。您这别到这儿，您别含糊。是是是是啊，我今天正式说一下吧。嗯嗯，于老师那个儿子、嗯、跟我没有一丁点的关系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压根儿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嗯、那是你们两口子的，那叫产物啊。啊，嗨。就我们生的不就完了吗？他们两口子生的啊！哎呦，说句良心话，每次我看他一家三口的时候，我打心里我都痛快，高兴。尤其是看嫂子、嗯、大气，看他怎么那么大气呢？我当初我第一眼我见他媳妇儿时候，我就心说，嗯，于谦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？您是为了我媳妇儿才交我这朋友的是吗？嫂子好人，可好看了。哎，这嗨。也就落这么一个，可好了，人也特别的好、啊、爱听相声，那喜欢这个。那会儿我们俩一说相声，他媳妇准坐头一排，哦，乐的呀，高兴，乐的都合不拢腿。哎，有这么形容的吗？这个就直跺脚啊，那个状态。哎，这还您把它说清楚了不成？好啊，啊，我在前进的道路上，你们两口子没少帮我。那不敢这么说。台上啊，台上，谦儿哥帮衬着我。那哪儿？台下有的时候心里别扭，有点什么？哎呦，嗯、啊。哎呀，过不去了。这嫂子劝我，能开导开导。嫂子真好，嗯，你又犯小心眼了吧？你瞧，你说那么大老爷们，你说你至于的吗？真是，心胸开阔一些，哎，知道吗？嗯，你又是念书人，老话你不懂吗？什么？嫂子给你上上课啊？你说说，海纳百川，对，本人乃大啊、知道吗？别介绍了，我这，行了行了，哪有这么句话呀？啊，海纳百川吗？废话，后面那自我介绍呢，是怎么着这？什么什么奶大？那有容奶大，嫂子叫有容。哎嗨，还不如说前面那个呢。反正说那个意思，啊、你心胸开阔。别拍了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哪这么大动作呀？你咱们感慨哦，就看见了是怎么？就当时哎呦啊，心里就痛快多了就。您是听见了是看见了就痛快？心里痛，哎呀，真好、啊、真好真好。所以说这两口子对我帮助非常的大。就这么帮助、啊、尤其那些年不挣钱见天跟谦儿哥一块玩啊，吃饭人家结账，
那我买单呗。反正无论上哪儿都他花钱呗，是吧？没钱那怎么办？交朋友呗。啊，这是这行里边有钱的人。哎呀，嗨，您别提钱，你这一提钱就上了场了，穿一大褂，这是演出的服装，这传统的。到后台，谦哥穿上衣服换自己的那套，嗯，那个时尚，应该时尚一点，小潮人。这谈不到潮人，天马上热了啊、嗯！你要问我穿什么，就是大背心来裤衩就得了，它舒服啊。啊，人家没有啊，有钱人那个贵族的气质都不一样。怎么叫贵族呢？六月三伏，于老师也得穿一衬衣，哦，衬衫，小衬衫，上面这扣不系啊，哦，底下这扣都得系上，他严谨、大气、规矩，上身穿一衬衣，哦，下边呢，底下来钉子裤，哦，我怎么就底下那么热呀、啊、我？哎呀，勒的都喘不上气儿了，这是这意思吗？啊，那有勒的喘不上气儿来的吗？就形容那个严谨那个劲头，那太严谨了这个。嗯啊，冬天钉子棉裤啊，我能把钉子裤续上棉花，你这多的能耐，这是真的。大户人家他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趁棉花似的，那错不了啊。哪儿啊？吃喝穿戴方方面面，你能看得出来健康生活。哦，还健康？没事，包括运动啊，那是。有时候我们老说，哎呦。待着怎么喘不上气儿来了？就是不运动，运动量太小。人家两口子，哎，什么时候散步，什么时候跑步啊？哎呀，那嫂子跟那块跑，我们很规律。嫂子一嫂子一跑步，街坊都出来看，是吗？明儿我让他回去了。这个不是你都知道，于谦媳妇好看，大高个漂亮，那指指点点那不好，胸怀宽广啊，这不能这么想，哪能这么形容人呢？跑一圈下来，脸都抽肿了。哎呀，好嘛。没听说过，没事，他还参加那个，那叫什么长跑，那叫啊马拉西那个、那个，我们跑这地方多脏啊，这不是叫什么来着？马拉松，松了不就拉稀了吗？哎，这就叫马拉松，马拉松，对，马拉松，对，没事还打高尔夫啊，那是绅士运动。哎呀，人家上流社会才玩这个了，高雅呀！一天到晚的于老师啪啊啪。打高尔夫，对，有时我都看不过去，真的。打高尔夫，高尔夫直哭啊！啊，怎么高尔夫还能哭啊？高尔夫是他们邻居那个大爷，我天天打老头玩，合着我这太残忍了吧？我反正有点矛盾，有点矛盾。嗨，那也不能天天拿杆抽人家、嗯，啪啪，天天打啊啊！完事每天还游泳去呢。游泳全身的运动啊，全身运动啊，游泳，嗯，降血糖降血脂，是游泳的技术非常的好啊，还行，游的那个快，练过，裤衩都追不上，嗯，我那就是没穿嘛，那就是干嘛还追不上啊，太快了、啊、把裤衩都甩了，后边两根线追他，哎，这行了，别形容了，那就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一句话啊，这在中国相声界可圈可点头号的人物。您又捧我了。不是我捧您啊，啊，我捧你，你也不能怎么着，是不是？可不是，咱就事儿说事儿啊。啊，举一个例子啊，哦，您的身份，嗯，你哪怕死，你也是拿宾利撞死。我怎么死，我都死到宾利底下去。那是啊，你一上街来辆夏利，啪撞着了，给你怼飞了，你得挣扎着站起来，在风里边等宾利。我去不去呀、啊、我死我都得死两回。你死不了，死是死，我就是形容词啊，就这么富贵，都死了你也死不了，是吗？冲你心眼这么善良，这么好人啊，好人必长寿。哎，得谢谢您。哪回天灾人祸，这于谦少捐钱了啊？那我好个慈善，没事还出去问呢、啊、最近有天灾人祸吗？啊，找这个呢是怎么？我没事找事儿玩意儿，就说就迫不及待得捐款呐、啊！这周济穷人，哎，找着那个慈善机构，嗯、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准去。那是去了之后，那个丑话说前面啊，您别指望拿我当什么世界首富，我也不是太有钱啊，我也不是比尔盖茨。对，这慈善这东西就是在心，没错啊，就是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这就对了啊。反正您也别笑话我，跟什么世界首富啊这比，这个我可比不了，多心是不是？表明我的心意啊！哎，这二十你们拿着，哎，我就捐20块钱，哎，捐拿着20，我还不走呢，我干嘛呀？跟那儿等着，等着。再有捐款的，冲人家坚强，哎。无论谁去了，嗯，加油啊！我也是浪催的，嗯，我给人加这油干嘛？来，小朋友，啊、小朋友捐5000，坚强啊！小朋友都捐5000，哎、嗯，来，乞丐12000，坚强。我还不如乞丐呢，嗯、就他就负责喊坚强，哎，嗨、哎。
我喊口号去了、对，如果捐的特别多他还给你点根蜡。哦，坚强坚强坚强，哎，很好，就这么一句。哎，这儿等着等着又来几个姑娘，倒是挺漂亮的。哦，我们在洗浴中心工作啊，我们特种行业，甭提特种行业，一人捐十万，他们趁钱，工作人员的脸，钱不干净啊！你瞧，谦儿哥都疯了，怎么不干净啊？那都是我的血汗钱！哎，去，我把大头捐那儿去了，合着，而几个姑娘冲他坚强，哎，这那是得这么喊，挺好啊，挺好，实话实说啊，我爱跟谦儿哥一块儿待着。谢谢您们，真的，我现在是，哎，说相声还算不错，也挣了钱了，也活得比原来舒服了。哎，不错。当年瞧人家你这么多眼馋，看着怎么羡慕？人家日子过，你就我们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怎么了？着急就上火。哦，一上火就得吃咸菜。哦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啊。您这逻辑我没弄清楚，咱们再说一下。怎么一上火就吃咸菜、啊？上火了是不是就有火了？那吃咸菜更上火呀、啊？吃咸菜为了多喝水啊。哎，我这没绕过来，这个，这多喝水就去火了。我原来也没想到啊，后来齁着了才明白。哎，这到死也明白不了。哎，人呐，啊，都是有自己想法的。哦，是不是？谁不希望日子好一点？是，谁不希望自个儿多挣点钱呢？啊，都愿意这样。所以说这个没有毛病。那当然啊，地不长无名之草，天不生无用之人。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上有苍天，下有地铁。哦，到了我们你先等一会儿去。哪有这么句话呀？上有苍天，下有我这双鞋。哎，怎么一双鞋呀？下有什么？您这双鞋，还有你那双鞋，地下就两双鞋。人在炕上，在炕上干嘛呢？看电视呢。你以为呢？我老，你把我带沟里去了啊！就说人呐，都是有自己的愿望，有愿望好啊。比如说我这些年来，我的愿望就是玩命的花钱。花钱是愿望。有一天你说我要，我趁好些个钱呐，你说啊，嗯，我分你一半，或还给我一半。夜里十二点，胡同口画一圈，先给你烧一半。哎，我死了是怎么着？烧钱给我存着，有了钱就得花，怎么花？花钱是个乐趣。哦，这个钱不花，它永远是张纸。这个逻辑倒是对，玩了命的吃，哦，吃，享尽天下美食，享用。哎，葱花饼。灶炝锅的面，嚯！鸡蛋灌饼，这位以前也没吃过什么好的。哎，吃西餐啊，西餐还可以。什么叫没吃过好的？西餐吃什么？左手的刀，右手的叉子啊！哎，对啊，反了，我左撇子。哎，他把这用这儿了。哎，吃西餐弄什么呀？啊，给您来个牛舌。牛舌，呸！怎么不偷脏的？啊，牛舌脏，打牛嘴里出来都能吃吗？哦，那您吃，给我来个鸡蛋。嘴里出来的不吃，吃屁股里出来的。您说这个意思，您这爱好太广泛了。说这个意思对吗？有钱，啊，有钱就得花。哦，就这么花。买各种的家用电器，家用买最先进的家用电器。嚯，先来俩手电。啊，嗨，手电是最先进的。哎呀，买俩对着照，干嘛？看俩人谁先眨眼儿。嗯，这不是浪的吗？这不是。嗯。不用赞美我啊！啊，这是赞美你。哎，买电冰箱，啊，冰箱三开门电冰箱，这还行。上面冷冻，当件冷藏，底下那掏炉灰。哎，这好嘛，买一火炉子，这是打开冰箱都填满了，都是东西，葱烧排骨、红烧牛肉，各式各样的啊。啊，一盒一盒码的特别齐，知道吗？好，吃的时候一泡就得。嗯，方便面呢，您这还要多方便啊？那是你不有钱不能吃这个呀？管我乐意，知道吗？一人一活法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买洗衣机。洗衣服买俩，干嘛俩呀？这个洗，那跟人一块转，是不是就这么糟？那叫随份子，那是知道吗？洗衣服还随份子？哎，买电视，看，嘿，买大电视，大一面墙给它码满了，嚯，一个挨一个啊！大年三十晚上全调成中央一，干嘛？哎，有郭德纲，哎，这嘿呀，哎呀，盼这么些年可有他了，哎，这过瘾了，哎，多少人骂他是啊？哎，不至于，看吧。看呀，当然得看，还有你呢。哎，这可不是有我吗？就是有钱买手机，啊，买俩，干嘛？这也买俩？这屋搁一个，那屋搁一个，干嘛呀？拿这给那打，嗯，拨通了，赶紧往那屋去。哦，你好，哦，撂下再回来，你也好。哎，这不废话吗？你是谁呀？
回来上那屋，我是郭德纲，可不是吗？放下回来，我也是郭德纲。哎呦，哎呀，好巧啊！可不是巧吗？啊，常联系哦。哎，可不是没听说过，整个一折腾，就是有钱哦。穿衣服，嗯，不能像你似的。我怎么了？你弄个钉子裤就救活了啊？我那是救活吗？咱们得穿皮货，皮子，哎，皮子，嗯，知道吗？狼皮的外套，嚯，豹皮的帽子，嗯，水獭的耳朵帽。哎呦，哎，再来狐狸皮的围脖，哦，暖暖和和的，别冻着，知道吗？狐狸皮的那是啊，围脖，哎，哦，暖和，嗯，哦，一看这日子呀，嗯，是六月三伏第二天，嗯，正热的时候，是往街上一走，你是多少人瞧我吗？啊，那是，大伙都夸呀，啊，夸什么？这孙子疯了，哎，这还拿您当神经病了？他关键看我这个架势太大了，怎么呢？二十多个人跟着我，哦，哎，两辆兵车并排。随时卫兵，哎呦，俩大夫搀着我，嚯，后边护士举着强心针，这不是折腾吗？这不是，不知什么是死啊，是吧？这就打强心针。这边紧跟着带着我那秘书，还有秘书，哎，找一漂亮点大姑娘，可好看了，好看，混血，混血，混血，哪国混血？他父母都是中国人，这邻居是个外国人，这闺女心眼太宽了，是吧？拿着本，拿着笔，跟着我干嘛呀？不定什么时候死，随时记着遗嘱什么的。好，老憋着死，您这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买汽车，开着十三开门的凯迪拉克，十三开门的，里边坐十五个司机，干嘛？我在车后边跟着跑。哎，嗨，您这没纯粹是造。哎，造不要紧，吃点药就行，知道吗？啊，什么造啊？这个身份人必须得多吃点补品。哦，补补身体。鹿茸吃过吗？我倒是吃过的。哎，你吃那都片儿的啊？对呀，啊，就是那个。咱们这是整架的，一架鹿茸怎么吃？我骑的鹿身上啃，活鹿啃鹿茸，那错不了。哎，抱着脖子啃，好家伙，知道吗？这非要死不是我咬死你，就是你囊死我。好家伙，跟鹿玩命呢！您这，哎，吃锻炼身体啊？嘿，哎，冬虫夏草磨成了粉，熬粥。拿冬虫夏草熬粥，熬粥喝，好家伙，哎，光喝粥他嘴里边淡得慌。那您，哎，人参切成条腌了，抓把五香面，拿人参当咸菜那么吃。您这大干萝卜吃，哎呦，哭嚓哭嚓来两碗，那是得哭嚓哭嚓。哎，吃完之后鼻子流血了啊，开点药吧，上火了。哎，同仁堂开点药，开什么药？来这个乌鸡白凤丸，好家伙。一亩草膏，啊，哎，都是名牌，是喝到后来连胡子都没了。要是变了性了，您都快。人家说我要再喝的话，就能报幕去了。哎，这还要改女的了吗？那不是有钱就是有钱呢。这有钱买奢侈品，什么叫奢侈品？好些个女的都拿那个爱马仕的那个包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据说七八万一个，可不吗？买去，买那个定制爱马仕。人说有鳄鱼皮的啊，蜥蜴皮的，对，嗯，还有什么鸵鸟皮的？有。我定制一个，您定制什么皮？有没有相声艺术家脸皮的包啊？嚯！啊，人说，这对不起先生，怎么呢？原料太紧张。哎，对了，卖脱销了都。嗯，要有这个，想着给我啊。哎，对，没有，没这么着。定包，买大手表。啊，戴表是正常的。大手表啊，啊，戴十二块。这儿排一排全戴着表。我那西装这半拉没袖子。啊，就为了戴表。啊，把这袖子都没有。那自个儿花钱怕什么了？那倒是。您不光买，不光买，我还敢戴呢。戴表。不光戴，我还敢露出来呢，我对吧？啊，你看那净有身份人，一上电视还都藏着。啊，再拿手捂着。都这样还打马赛克。啊，还打马赛克，你这不疯了吗？给表上。这得亏是戴个表打马赛克。你说你要吃冰棍打马赛克，就是啊，这不像话您。你这还是戴表上打马赛克吧？嗯啊，就说容易让人想起是日本电影啊。这嗨。您也是看多了啊！你该还我了，那个啊，什么叫该还你啊？好，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啊！你看有钱人他羡慕，你知道吗？谁呀？反正有了钱了，就吃喝玩乐呗，是吧？啊，就干这事儿啊！各处旅游的净请我去，出去玩去，哎，拿过来看看请柬。嗯，这不能去，怎么呢？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，沙漠哎，首届泼水节。这人您认识的都这么浪是吗？是挺尊重，但我真不能去。怎么呢？他让我带水去。哎，这好嘛，那得带多少水呀，搁下这不能去。哦，看看这也不能去。这有哪儿啊？这三亚请我。
三亚好地方，有一帮做外围的相声演员跟那儿啊。哦，不能去，这名声要紧。哎，这嗨，不能去。哎，埃及请我，这行。埃及有一个车展，哦、车展让我上那儿瞧模特去。车展上很多模特，他那是叉车的车展。您净瞧老农了，到那儿去？你说他会不会都拿大斗把那模特弄出来？不，嗨，您想这玩意儿干嘛？叉车有车展，值得一去，是吗？人说那模特都当地学校挑出来的女学生跟那儿当模特。哎呦，我都买完票准备去，成不了了。怎么呢？校长把孩子都弄走了。哎，这嗨，哎呀，去不了。您晚了一步。哎，不去不去吧。怎么呢？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手也欠。怎么呢？去了之后到埃及，我写个到此一游，这也不合适。哎呀，您就甭写那个了。写这玩意儿罪过大，是吗？当初有人写一个到此一游，判了500多年。谁呀、啊？孙悟空。嗨，亏您怎么想出来的这人，是吧？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追求幸福是没有错。您这话倒对，幸福这俩字好说不好写，是吗？幸福，嗯，乐无傲幸，失望福。哎。您这拼音啊，哪儿都去不了了。哎，不去不去吧啊！嗯，我准备我来大房子，哦，来大房装好了结婚用。好啊，4层楼，4层，地下3层。哎，就是平房啊，您这个平房，大平房啊，大大能大平房怕什么了？巨大无比。是啊，上我屋里串门来，头里边俩佣人，哦，端着地球仪干嘛？好，迷路怎么办？对吧？屋里端地球仪，我那屋里楼上楼下有时差。太高了，这也知道吗？楼上很亮，下到2楼呀，黑了，吓、一天。不就灯泡坏了？哎嗨，就没安您这个。对外一说，说我要娶媳妇儿，啊、哦，要结婚。你瞧，有人瞧上我了。谁呀、啊？有身份的。嚯，来自非洲大草原。谁？阿依土鳖公主。哎，那是我倒给你的。我一听这名，我打心里痛快。早先我一想，非洲来那姑娘都黑，是得长得跟巧克力似的啊，就那色儿。来了一瞧，哪儿巧克力啊？不像吗？这娘们甜面酱的，嗯，好，又黑又甜的啊，还亮呢，是吧？还亮，她很满意我哦，喜欢你、哎，咱俩结婚吧。啊，结婚之后，你看我这么黑，你那么白，是怎么着？咱俩准能生一斑马 啊！什么呀这？我说去，快去，该干嘛干嘛，该找谁找谁去啊！我不要你。不要，公主乐了，你不要拉倒、嗯，我还找我老公过日子，是吗？我老公一说你就认识，谁呀、啊？三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哪去呀？